播完了，那个后面最后一集还没出呢，还得过几个月，过要过个一两个月吧，过个一两个月应该有了。我打火机怎么用不出来？这就有点坑爹了啊！然后我现金比较多，可以慢慢烧，加点火。好，先把我今天我们要做好这个防御跟这个船厂啊，船厂给它做好，看看我的乌龟壳呢，我的乌龟壳雨水收集器，哎，刚好有水喝，然后加上，哎，没有肉吗？家里这个架子，肉架上居然没有肉，这个需要两根绳子，做两根绳子吧。啊，好了，啊，这个做好了，可以这个运木头下来。啊，提妹往上面砍点木头运下来，我刚好把这个船坞给它做一下，做一个船坞。搞个船坞吧，然后再搞一个，看一下啊，自定家具陷阱船信号 SOS 啊，这个已经做过了。还有我的花园、原木雪橇、岩石存放架、木架、大柜、小柜、剑兰。要不要整个屋顶啊？整屋顶好像没什么用我又坐飞机去了。啊，你每天都得坐一下飞机，很正常的。凉亭开动器是个没什么听玩意儿？到。我操，开动器！这他妈老子听都没听说过。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好吧？这个东西，我的妈，简直变态！高架这个建筑物，高架建筑物。有个桥，那个桥是怎么搭的？得搭个桥走，这样方便。树屋，哦，这是两个树中间，坐在两个树中间做一个树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个桥，有点复杂。箭靶、登山绳。升降台、电梯、独立式滑索、树木滑索。我到后期高级了，可以做个树屋、骷髅灯。搞个绳子，做个骷髅灯试一下，看亮不亮。骷髅灯。这一圈再做一遍，这个骷髅灯好像坐在房子里面去了啊，这有点智障啊。恶蛋进了吧，恶蛋。我进来了，门口有个野人，这砍了两个，两个，两个吗？那你搞一下。做两个骷髅灯。哎呀，我真的恨不得把这野人整一整，我操！给他整个容什么的，我真的要发飙了啊！一天到晚操我家，我真的要发飙了啊！来发飙，你他妈来来烧起来！哎，盖爷你死了，盖爷，你怎么死了？来来，小逼崽子，我操！我坐窗户就这么弄你，我跟你说啊！哎，还想打我？来打我！哎呦，啊，装逼你们，再救一下盖爷，再把盖爷救一下！我来，来，我来，来，来搞我！哎，跟老子搞，哼，跟老子搞！哎呀，盖爷，你屁股真性感！搞死了都，把他抱了这个好了出去，好了。
烤一下子啊，烤一下子。搞点骨头出来，搞个药剂。我们苏打水应该很多吧，饮料什么的。失恋了，六年感情不如别人一个月的花言巧语，很正常。哎呀，你别说六年感情，60年感情，老太太都要出轨呢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感情不靠谱，知道吧？你要找一个好男人，或者这个找一个好归宿啊。这个就比如说我这样的好男人，对吧？你可以过来找我吗？是不是？很明显，我一看就是好男人，很明显。我都不用做过多做解释，好吧？骨头加这个骨甲，两重骨甲，刀洗一下吧。阿蛋，你干嘛呢？去砍树啊！还有盖爷，去砍树。盖爷，这个桥断了。什么桥断了？伐木头那个桥。你搞的吧？不是我搞的。就你搞的。刚才没人在这，就你在这。不是我搞的。就你在这。我在修啊。你在修，还他妈能修坏了？它断了。哎，有时候我是真服你，真的。我再做一个吧。啊，前面做好了，我这边再做一个。你怎么那么牛逼啊？啊，盖爷那个位置做一个挂锁。真服了呀！等我去给你们搞点鱼吧。好了好了，以后要吃饭自己打鱼啊，自己打鱼。你不管饭了吗？不管了。像你这样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什么都不干。我这不在砍树吗？这边看到没？这边我架了一个挂锁，看到没有？把这挂锁搞一下。有没有布啊？绳子有吗？绳子有没有？你问题，你砍树，不是你砍树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而是我们做好的东西被你给拆了呀！动不动你就要拆。哎，这棵树要倒了。好，把这个做一下。哦，真想去野人部落搞点物资出来。我操！这他妈这个箱子还打不开。有绳子吗？你看了是二蛋是吧？我操！我就知道，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别人在看你直播呢，别人说就是你搞的。我在砍树。我是说刚才，我是说刚才。哎，有绳子吗，盖爷？有绳子没有？啊。哦 ，Thank you, Column. Thank you, Column. 砍大树赚大钱，砍大树赚大钱。哎呀，没体力了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从我脚下路过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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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树桩应该能砍出一个吧？这个树桩我看看，树桩。妈的，树桩没木头吗？不会吧？哎，为什么这树那么长，然后被我砍掉之后变得那么短？啊，这他妈是为什么？看这有多长，我他妈最起码有十几根呢，好吧？这多长啊？先往这上面这个放点绳子，我放两根啊，已经没绳子了，我把所有布全做绳子了，所有布已经全做绳子了，你们再放个三根这个旁边的那个线。麦子，来救我！我操！其实砍树把我砸死了。你自己砍树把自己砸死了吧？没有啊，我树朝那边倒了。那你为什么要站在别人的树下呢？为什么呢？整个船，哦，这要做好了。我操，这他妈怎么是歪的呀？哇，这也太歪了吧！明明做的很正呢，我还他妈就不信了！我操！整个船，整个船出来，船，一个木筏、大木筏或者船屋，来，观众们你们选吧。船屋，我们可以在船上睡觉啊。大木筏，大木筏更难做呀，这更难做，需要57根木头加32根树枝。大木筏的话，还真他妈挺大的，还真有点大。船屋吧，我感觉船屋好大，我操，霸气。霸气霸气，盖爷，这个运两车那个树枝回来，盖爷，运两车树枝。这样体力浪费的有点多了。这是一个盖房子的游戏吧？盖房子的游戏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好吧？为什么不剁手指？那个游戏你觉得能玩吗？剁手指，那多凶残啊！漫漫长夜晚上不是每天晚上玩吗？每天晚上都在玩。玩完这个游戏差不多10点半的样子，十点半的样子吧。今天还得开飞机呢啊！这个游戏就是说，来，我给大家详细的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游戏，好吧？这个游戏我从头开始讲起。
这个游戏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们本来是在飞机上坐飞机的，带着儿子啊去找他远房的这个亲戚，然后呢，突然一阵狂风啊，然后飞机受了影响，受了气流的影响。这个时候，空姐提醒我们，这个让我们这个系好安全带啊。于是，这个我把儿子绑在了我的身上，然后突然飞机一黑。然后飞机就掉了下来，然后飞机头也断掉了。我们在坐在飞机尾嘛，啊，刚好这个那边就是飞机尾，掉到了这个岛屿。突然我们眼前又一黑，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怪物啊，把我们的蛾子啊给抓走了。所以说我们要救到我们的蛾子，知道了吧？尸体就在那上面，空姐在那上面死了。空姐死了，其他的乘客也被这里的野人怪物给抓了分尸了啊，全部分尸了。就我们几个人在这里活下来了。为什么？这边我们先要生存下来，然后再做防御。做好防御之后呢，因为这些野人、僵尸啊、巨人呢、啊、会攻击我们、进攻我们。我们考虑到这个啊，搞好这个东西，我们才能救到蛾子，才能救到我们的蛾子，不然蛾子还救不到。吃点果子，蓝果子。包工头，咱什么时候有电锯啊？要电锯干嘛呀？砍树呀。有电锯这东西可有可无的，就手工砍挺好的。看空姐啊，空姐，那个你们确定吗？啊，给你们看一下空姐吧，就在上面啊。空姐，你看这些都是一些乘客的背包啊，乘客的背包，不然我们打开之后我们再用啊。然后呢，还会这些野人呢，也这个什么，都是乱伦出来的，就是爸爸跟女儿什么的，然后乱伦出来就是很多生出一些很多畸形的怪物。那这些畸形的怪物呢，这个就会来进攻我们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畸形的怪物啊。我已经找到了一张图片，看到没有？三头六臂，变态啊！畸形的怪物。你看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失事的这个飞机了啊！你看空姐还躺在上面啊，空姐还躺在上面，给你们看一下空姐啊。看到没有啊？空姐，你看多惨呐！看到没有？摔伤了啊，就连丝袜都被脱掉了，下体还有一阵阵鲜血流出，啊，那这是我们儿子的画啊，儿子的画，那、啊，儿子画的画，因为我儿子被抓走了嘛，我操，这边他妈的还这么多东西我没捡，还有飞机餐可以吃，嗯，留点飞机餐，你看好多飞机餐，还有药，等会再过来吃。空姐死得惨呐、啊！啊，不能扒衣服，扒衣服，哎，你他妈在干什么？休息啊。你还有脸休息啊？赶紧干活！干累死了，不得休息一下。好了，好了。哎爷，我的两车木棍呢？赶紧把木棍带回来，我这个船要做好了。衣服脱了，你把衣服脱了，我直播间不被封了吗？那不裸体了吗？对吧？机尾是经济舱，经济舱怎么了？头等舱已经跳伞去了，劈神！我操，你还真能想。所以就不管我们经济舱的死活是吧？
还有一根。OK， 我们的船屋嘛做好了，这个霸气啊，这个霸气，这船多霸气，等会开起来就牛逼喽。这船呢可以这个带很多这个物资啊，这船上应该能造东西，应该能造这个药品架什么的，武器架什么的，可以造一点。需要点树枝。嗯，好了吗？没好，拿几根树枝就够了。又在玩吃人。对，这是大船，对，大船。这不是船屋啊，这是大船嘛，一样的。这个船霸气啊，我就喜欢这个船，这个船带感的，霸气。砍点树。哦，够了，床好了，床好了，盖子，盖子不有马甲吗？小薇给你马甲，说不了话，蓝马的上说不了话的，那你给一下不就行了吗？红马也说不了话，红马可以说的。我操！哎，怎么开呀、啊？哦，我还他妈能倒着滑呢！哇，这多屌啊！这船，哇，这滑去雪山，他妈的无敌了呀！我看上面能不能做东西啊？做个篝火什么的。太大了，我擦，哎他妈能做篝火，做个火坑，可以，可以划得来，还可以做这个其他东西啊。嗯，搞个篝火啊。篝火，你们谁有石头？谁有多余的石头？去船上的篝火做一下。啊，阿蛋，你知道所有东西都可以组合吗？阿蛋，知道呀。我教你做个神器，无敌的，就是能一击必杀这个野人的。哎，你过来，来来来，你过来。阿蛋，来。来来来来。篝火的，篝火的，篝火的，我教你做。那你这样的啊，你把这个石头呢，拿一个石头出来，然后跟布组合一下，石头跟布组合一下的，然后就是石头绑块布嘛，就拿出来，然后 RL 打火机点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就会冒火，这是一个火石，打人非常牛逼。你真有意思，哎，这还差两块石头啊，这不行啊！差两块石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那、啊、我们睡觉睡到天亮吧，来，睡觉睡到天亮，来来来，哦，够了够了，有火堆有火堆了，睡到天亮。甜妹来睡觉，雅甜妹子跟我们这三个男人一起睡啊，这晚上会不会有点受不了啊？啊，天亮了。口渴了，寻找干净的水饮水；饿了，吃点东西。啊，婷妹，这个救儿子需要什么道具来着？婷妹，需要哪里道具啊？哇，龟头。登山镐、潜水服那些。啊，就要登山镐跟潜水服吗？两个吗？门禁卡。啊，门禁卡，三个是吧？
好。我他妈这是什么肉？这吃了这我这不长。铁妹，这个带路，走，我们去救蛾子。走，出发吧，阿丹，还有盖爷，出发吧，救蛾子。让我吃一口，吃一口。你吃个屌啊！快走。啊，铁妹来划船来。在船上坐嘛，船上。走。铁妹来划吧，铁妹来划吧。你知道划划划哪里？找那个登山镐跟潜水服，在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幽暗的地穴啊，就是这个怪物跟野人存在的地方啊。那里面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怪物啊，非常变态。一般组合，你组合斧头加布，然后点火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斧头加布点火，保存。现在也不着急，现在保存什么呀？做弓箭啊，弓箭，弓箭这个不着急，还兔皮靴、鹿皮靴呢，兔皮、鹿皮呢，这个雪山打猎才行，得去雪山打猎，知道吧？雅婷妹子，你这个划船的时候怎么是左右摆的？这个两个人一起滑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呀我操，哎呀哎呀，好了，骨甲没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哇，这两个人一起滑好快哦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，现在快多了。右拐，右拐，不对，不是左拐，是右拐。走起，刚好呢，这个我们的前方啊，有一个这个野人的部落啊，过去把他掠夺了啊，把他们全杀了。试试龟壳能滑到天坑吗？当然能滑到天坑了，龟壳，龟壳无敌啊！你们是不是走反了，在原地打转？婷妹，你为什么倒着滑呀？嗯，盖爷给我什么？给我酒啊，盖爷。这我有。我还有不少。嗯嗯。右拐，右拐，右拐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我操！你们这个划船技术，我领你右键。你们这个划船技术也太……哦，要撞了，要撞了！哎，可以，这个弯拐的可以。为什么你不划？我需要滑吗？就是。为什么我要滑？我为什么要滑？嗯。像我这种高手，身经百战。哎，前面有个小岛，看到没？过去摸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宝贝。摸下来，肯定有宝贝，我跟你说。嗯嗯嗯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我操，从来没有见过哎！啊，船进水了没有事？哪个船不进水啊？啊，没有不进水的船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往前，往前。哦，有个龟头，剁龟头，我操，我操，龟肉搞点，
这是个什么地方？哦，这是枪械零件的地方吧？这个要炸开吧？啊，这里。妈的，就一个乌龟啊，没有别的物资吗？这么亏？这就有点亏了，这就有点亏了。金银岛，走吧，走吧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我好像觉得有一点事情不对啊，这个船好像没什么卵用，它这个滑的不如我们走得快，有没有觉得？你们有没有觉得？在这里剑家无敌啊，这里剑家无敌，你说的好像是的。这怪这个不能进攻你啊，这个海岛，但是就是不是很方便，每次来回需要划船。我操，如果在这边建个家，然后搞个小木筏，划来划去，划来划去，那确实无敌。在海上安全呢，没有那种怪物呀。可以建滑索，直接滑过去。这样滑索滑过来滑过去那也可以啊，这个小岛不错哎，这小岛真不错。往右拐，往右拐。哎，你们怎么又往左拐了？我操，我们不要，我们这样吧，我们靠岸吧，我们靠岸吧，好吧，我们走吧，这个船就先放那吧。哦，靠岸去，靠岸去，这船是没什么卵用啊，这船。我的，你先别滑。岛上的怪不就堆积了？堆积什么呀？啊，你说怪会越来越多啊？不会的。你这你就想多了，谢谢曹泽送的一大瓶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去做一下，去拿一下那个挂锁。哦，不对，登山镐跟潜水服还有门禁卡。要不今天咱们把蛾子给救出来，看一下新。我操，他妈的，海边上有三个野人，救不救？救不救蛾子？救蛾子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快马加鞭了。好，那把蛾子给救出来。今天救不出来，走。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前面带路吧，走走走，刚好对啊，刚好对，把儿子救出来啊。想多了，看好救儿子的过程。大家好，现在直播的是救儿子过程。人头打掉，看什么呢？人头不要多看，来下这个地洞来。阿蛋进，阿蛋进进进，进呢？蹲个屁啊！嗯，我来了，小心点啊，下面有很多怪物啊。你们先进的，先抵抗一下，我马上过来帮助你们。四个人土啊，就我一个有儿子，他们没有儿子，他们是帮助我救儿子的人。儿子没死啊，剧情变了。你们以为你们看过剧情是吧？剧情变了，不好意思。砍呐！哎呀，不要拿龟壳砍呐！我操！我操！阿丹，你死了！阿丹，你也太渣了吧！
用斧子绑一块布，然后点燃就行了。这还要我来打死他，真的是。我下面有金币、美金、硬币、美金。啊，铁妹这边有胶带吗？铁妹，胶带有没有？包里看一下。这边有布。胶带是在哪里啊？找不到胶带啊。酒的上面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胶带。有没有吃的？你有吗？有胶带吗？我做点，我做点炸弹。等一下啊，等会啊，那个人尸体呢？尸体哪里啊？做个炸弹，电路板、胶带、手表、硬币、酒精、炸弹。这个炸弹就等于说是简易 C4 土制炸弹啊，但是这个炸弹呢，我们可以升级一下。阿蛋尸体呢？啊，阿蛋，阿蛋你妈！阿蛋死了。刚才那野人尸体呢？哦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。来，哇，这么多包！包零食捡一下，有零食可以吃一个。好 ，OK。那这是我们儿子的玩具，我们找到了儿子的玩具。说明儿子以前被人抓到过这个洞里，你看，抓到洞里的人全部吊死啊，多惨！你看，这个女孩子哇，眼睛都被挖了啊，嘴巴呢，伤得很大。这个我们得做个这个人头炸弹，对不对？哎，让一下，盖爷，让一下子。好，换一个这个。这个炸弹，这样爆炸威力翻倍啊！超级炸弹，这超级炸弹，超级炸弹，无敌。嗯，因为这个画面极度的血腥，所以说我就关掉了手电筒，然后再来劈。这个等会我们再用啊，这个东西等会我们再用，现在先不要用。哎呀，变态呀！我操！把一个妹子搞成这样子，真的是。这是我们儿子的画，我们一定要把儿子从这个深渊救出来啊！你看这里人多变态，这里这些怪物、这些僵尸。哇，这前面有野人，小心点！盖爷上，盖爷，你他妈躲那么远！盖爷，上！你怎么让妹子一个人打呢？是不是男人？你是不是男人？我操！这个野人还居然会说操，走！我来打个木棍吧，打木棍伤害高一点，打木棍无限点火。盖爷你死了，你也太菜了吧！你也太菜了，我哪里起来？来，来你来，吃我烧火棍一击！这边有几个尸体啊？布条，这边有很多布，超级多的布，我操！你看这些这个变态的这个僵尸，他们连丁丁都没有啊，因为他们的所有的这个生殖器都被切除了啊。他们是怎么生殖呢？啊，他们是怎么交配呢？啊，这都是一个谜，都是一个谜。从这里下。我勒个操！这也太恶心了吧！哎，信号弹，手电筒，手电筒，
阿蛋过来没有？阿蛋，半颗零食，一件衣服，换一下，换一下短袖。我操！这什么玩意儿？我见都没见过呀。这是人的心脏，心脏，心脏。嗯。来下洞，下洞。怎么一个女的带三个坑逼？我有他妈两个坑吗？啊？真正的混子还在那跑路呢，真正的混子。你看我死过没有？我都没死过。我又能杀人，我又自己又死不掉。洞穴你们亮不了，洞穴你们就是很暗，只能靠我这个打火机。现在还知道路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，你游戏进洞的时候很恐怖，你一个人生存进洞去救儿子的过程当中很恐怖。啊，潜水服。阿蛋能过来吗？阿蛋过来拿潜水服啊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在洞口。你在洞口，我感觉你要凉了。我感觉为什么你下来之后你找不到路啊？前面有怪吗？没怪，那你找一找吧。你找到一个坑，坑这边有个潜水服，有个潜水服呢，然后再潜水就行了。来穿上吧，出发。行妹走吧，不管他了，然后管他，他又死了。走，我们找登山镐，等会要救儿子去了。其实没有潜水服你一口气也能憋下去的。等我跟着我们走啊，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你可以在下面等着，用龟壳有个绝招。等会儿潜水服门禁卡拿到之后就可以直接跳到那个，用乌龟壳跳到天坑吧，这样就不用爬洞穴了，直接从1000米的高空拿一个乌龟壳垫在屁股上面，好像是可以。哎呀，这变异的这个怪物看到没有？小孩婴儿，变异婴儿，我操，交给我了，那我来。这个很凶的这个，哇，很凶的这个很厉害，这是这个游戏当中最厉害的怪物。这个东西就交给我了啊，你们就不要碰了，这太厉害了，你们还打不过。这个氧气罐拿一下子，你们打大的，我打小的就可以了。分工合作，好吧。接着潜，外面应该天黑了啊。我们现在救儿子的工具找到了一个，我们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就可以救到儿子了。气罐、鞭炮，啊，这边有个青铜巨门，放上两块石头之后啊，它就开了。青铜巨门，在青铜巨门的里面啊，它这个上面都是荧光的啊。我们要救到儿子的话，要开三盏青铜巨门，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能找到这个儿子的踪影。看儿子在门里面到底在做什么。这两罐油，这油呢是电锯用的，电锯用的。这是儿子的，你看这些怪物看到没有，多残暴，三头六臂，生锈斧，生锈斧是比那个斧头好的，比飞机斧好。
真秀斧，看下属性，速度、伤害，伤害、速度都不错，列入黑名单应该是防御，应该是防御，组合一点。OK， 这把斧头砍起来就变态了。啊，接下来怎么走啊？在哪边？走，带路，我们出发。我绑个布条吧。这么多照明弹点啊！照明弹，这个我们在后期救儿子的时候用啊。打开三盏青铜巨门啊。没有现代斧吗？没有。现不现代斧其实无所谓了，属性差不了多少，没有必要把属性搞满啊。主要是这个，我想看一下这个游戏的新剧情。对这个游戏的新剧情，这个比较感兴趣。新版没有现代斧是吧？来，往上爬，盖爷。啊，现代斧很强，我知道。会救到儿子，也不知道儿子是什么样子啊，也不知道儿子会怎么样。我们能否跟儿子一起幸福的生活？儿子到底会不会死？儿子到底死了没有？跟这群变态在一起，所有人都杀了，就不杀小孩啊？为什么呢？这是个谜题，我们马上揭晓，马上揭晓为什么这里的怪物他只杀大人不杀小孩。靠着野人吃生肉会活多久啊？活不了多久，你会丧失理智的，会变成智障的。哇，这有个洞，钻出去，钻洞。可以不救，另一种结局，怎么能不救呢？啊，这么多鸭子呀！嗯。啊，变成恶蛋那样，对，变成恶蛋那样的智障。所以说，咱们人肉是不能吃的啊。装备解除一下。谢谢闪过无数送大瓶。嗯，走了。这个地洞门口，阿丹，你找到潜水服了吗？我已经潜过来了，你们在哪儿啊？你再跟着这个，跟着这个我们走，跟着我们的名字走。有野人，小心点，野人。看来我今天晚上不发飙，你是不知道谁狠呐。啊，是不是？嗯。我不发飙，你不知道谁狠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一斧、两斧、三斧、四斧、五斧！哎呀，我操！我顶不住了！我操！我要死了！快救我！快救我！我要死了！快救我！哇！野人酋长，快救我！快救我！快救我！残了！我残了！我残了！
好，老子又来了！你他妈是真不知道谁狠呢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给老子跪倒！呀，盖爷怎么被我劈死了？盖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的，我让你装逼，装逼啊，是吧？是吧？装装，砍条腿！我跟你说。哎，盖爷，盖爷怎么不动了？盖爷，来了！来了，盖爷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！哎，我操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救我，救我，我灰了，灰了，屏幕灰了。我操！补个药丸，补个药丸，快溜，快溜，盖爷，快溜！打不过，打不过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我的妈！找个地方生个篝火吧，我快饿死了，生个篝火来。刚刚搞了个这个人腿，把人腿吃一下，生腿吃一下吧，搞一下，没办法，快饿死了，不吃也不行，不吃我就要死了。这个绝应该没有香港绝吧？这个绝，石头两块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巧克力呀！哇，你居然有巧克力！我的妈呀，搞定！怎么吃人腿掉血啊？怎么？完了，这个东西不能吃，这个东西掉血。哎呀，我去那个雅甜妹子那边，走走走，这边有点危险。我们两个人有点危险，知道吧？那甜妹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哦，这个缝里，来，来进缝，进缝。盖爷，你走前面，对，我在后面垫后，后面免得有怪追我们，对吧？你别蹲着走啊，你站着走啊。我操，有酒。这边可以存个档。哎，嗯嗯嗯。啊，咱们走吧。哇，这么长这么深的一条。啊，也不能说一条洞啊，一个洞，一个洞。这下面好深呐、啊，这下面好诡异。这边吗？简直了！哎呀，什么鬼？妈的，吓我一跳！我操！下去吗？盖爷下去，盖爷，盖爷你先下，你下去，你他妈又爬上来干什么？你怕什么？你一个男人，哎，你这个胆，好吧，不要这样行不行？救儿子三件套，差一个登山镐，马上就可以救到儿子了。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到了，
救儿子有好结局。我看弹幕说救儿子他那个有两个选择，可以把儿子救活，但是救活儿子就要死很多很多其他的人。如果救其他的人，儿子就会死，就是说要么呢就救儿子，要么就救其他人。但是那其他人来关我屌事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又不是我儿子，有什么好救的？所以说那都无所谓，走吧。二蛋已经掉队了，已经掉队了。啊，我在家里边，在家里做一下防御吧。洞里出来了已经。嗯。掉队喽。走吧，接下来要找登山镐。登山镐，你有潜水服是吧？有呀。我门禁卡你好像不用拿，我开了门之后就可以进了。一个好像就行了吧。嗯，来过来登山镐，来啊，你人呢？来啊，你最起码好歹过来扛一下伤害啊。二蛋玩什么都掉队啊，那没办法，他老是掉队啊。哎，哎，谁擦我？你看着我们的名，按照我们的名字这边走过来，往名字这边走过来。我斧子上面好多牙齿啊！我的妈，好恶心啊！这应该同时踩一下，我们三个人同时踩，应该有三张皮出来。想看你现在穿护甲的样子，看盖爷那个，哎，盖爷别动，诡异护甲穿了吧？我操，盖爷别动！你看，盖爷把那个变态杀了之后啊，把变态穿在身上，我现在跟盖爷的样子是一样的。变态啊，太变态了。这新出的护甲，杀一个这种小型的这个精英怪就会护甲。这是二级变异啊，鲨鱼怪。一级变异是三头六臂怪。三级变异是这个哪吒。哪吒一个肉球啊，一个肉球。四级变异的话等会就是终极 boss。这些的话都是普通变异的啊，一级的算不上啊，一级的算不上，这些都是垃圾，垃圾。你们不信我呀？等会你们看啊，刚才杀的是二级变异啊，二级变异。等会你们就看到啊。马上我们要这个去杀三级变异。你们以为我做炸弹是干什么的？来了没有，阿蛋？到了没有？我操！大酋长，千手观音啊，这是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来了，找死！装逼是不？啊？装逼酋长是吧？酋长是吧？啊？酋长是吧？酋长？酋长是吧？啊？来，你来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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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手哦，来。妈，你死定了！我跟你说，老子就打你。
啊，在勾引我，那边有增援，不去，我不去。走，二蛋下洞吧。盖子，你先盖子。下洞，下洞，我有肉，准备。嗯。烤个肉。不能吃人肉啊，铁妹啊，吃人肉掉血啊。我有肉，我有肉，我放了两块。哇操！我这两块肉都烂掉了，变成绿了。我有烤细肉，我有细肉。我把人肉不能。我后面。你看我这个酋长又叫人来了。小心点啊！哎，这里没洞啊，我还以为这里有洞呢。铁妹带路哦，这里有洞，来，来钻洞，下来吧。斧头不用洗，斧头血越多，攻击力越高。听没听说一个词，破血狂攻？嗯，就比如说一个妹子她第一次，一个男人他也是第一次，然后到了酒店之后破血狂攻嘛，很正常的，输出只会越来越快，越来越猛烈。嗯，废。嗯，这边也是这么下去。这个下边好像有点恐怖，下去，阿蛋，下去，快点！你先。那好吧。我来了啊！用手电你看不清，队友看得清。手电筒啊，不对，不用。手电筒我们等会救儿子的时候用啊。手电筒，我这里我就先不用了。啊，铁妹电池够不够？铁妹，电池够的话，我给你们照手电筒。要潜水服吧？打个潜水服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二蛋，这个火，这个斧头上绑布，斧头上绑布，然后点火，火斧。滚，不听你的。你他妈，你智障吧？看我的，你看我的。点，你点。啊，交给我了，这个婴儿。你他妈的，一斧一个，活斧一斧一个，你他妈的，装逼，装逼啊！来，最厉害的 boss 被我杀了。哎，谁救我一下？救下救下那个盖爷，盖爷救下的。哎，你们怎么上去的？哦，跳不上去哦，这边有个小洞。打 boss 的时候再点火，现在先不要点火。打人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僵尸来了，你就点火，点火之后一斧子劈过去，他们就会冒火，冒火伤害比较高。然后你再走远，然后再冒火，然后再走远，然后再冒火就可以了。看到没有？这里是天坑，看到没有？二蛋，你可以拿个龟婆跳下去，看到没有？最下面。它有个神秘的基地，啊，有个神秘的基地，你敢不敢？你来吧，我不跳，我都拿登山镐，我拿登山镐，我不敢去。我跟你说，下面好多 boss 啊，下面好多 boss， 外星人。这有药哎，哎，
这很多药可以拿下，酒啊药啊。我操，不少哎。香薰咋了？饮料，饮料，信号弹，信号弹，哎，这都是宝贝啊！骨头好多啊，做骨甲。骨甲加抑郁装甲，我操！骚气！我进洞的时候，这尼玛镜头都在晃。哎呀，这到蛾子了啊！这到蛾子了。拿最多的物资做最怂的人，你们以为我是那种人吗？这游戏物资呢是、它是共享的，它要是不共享，我可能把所有东西全捡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有那么无耻吗？在你们眼里。靠，什么东西？点火，后面野人，野人，我知道点火。你把你们都不救我，让他堵我是吧？斧子点火，劈他！哎，你看我一斧子，他就烧起来了啊！好吧。